Much, much, much later.
我老板刘宇安，一个高度洁癖和强迫症的高度之花。我叫于星锤，这是我毕业后房东第四次涨房，第二次被赶出家门。你不花五千有一套房子，委托我交付给你，可直接拎包入住哦。我怎么觉得你对我图谋不轨？老板，这大家庭啊，我可能太激动了，就搞错了。于星锤。